凯蒂·佩里跟奥兰多·布鲁姆在三月初宣布分手，男方随即接连被爆出有新对象，而他则将长发剪去，宣告要有新的开始，频频出席公开活动，但感情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动静。但日前出席好友阿尔顿·约翰的70岁生日派对期间，他与瑞安·菲利普的互动非常热络，两人整晚都有说有笑，聊得非常开心。爆料人士称，他们原本是分开坐的，但是男方似乎是故意走到凯蒂·佩里身边坐下，然后凯蒂就被逗得一直在笑。瑞安·菲利普还一度将手放在凯蒂的膝盖上，虽然很快就移开了，但是他们两个看起来就像在调情。瑞安·菲利普有着一双蓝色电眼，因《54激情俱乐部危险性游戏》成名，曾和瑞茜·威瑟斯彭有过8年婚姻，却被爆出私下生活荒淫，还曾和林赛·罗韩是炮友，但近来却极少传出新绯闻，因此外界对他与凯蒂·佩里的绯闻都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。